Happy Family 与您共度欢乐时光。哎，你们跟住我，不要乱走啊！等下你们迷路啊！我家的班罗啊，不是很大罢了啊，迷路就不好咯。来来来，这个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呢是来自 USA 的美国黄金镶框。哇，不要动啊，黄金来的很贵的。来来来，还有这个是来自意大利的 Marble 旋转楼梯。哇，还有啊，最后一个，哎呀，这个最不值钱的了了，这个是欧洲限量版，全世界只有哆瑞咪三个雕本，全世界只有一对，这样刚好就给我老爷买到咯。来来来，哎呀，比妈，你中了马票啊，加多少钱呢？哎呦，比中马票还要来得好啊，上次我们两个打麻将的时候不是跟你讲吗，我那个老爷啊，他去迪拜挖黄金嘛，所以不是赚了很多钱哦。一天啊，哎呀，他很好的，做工也不是很辛苦啦，做工23个小时，睡一个小时，你知道吗？去到迪拜做工啊，那些按摩的哪里有吃蔬菜水果的，吃的东西全部是肉啊，很油的啊，没别的，出去外面吃哦，就是这样的嘛。还有啊，他很好的，他没有哦喝酒的啊，但是哦他有吸二手烟啊，他的同事啊，那迪拜人啊，10多20个啊，在他周围一直吸烟，就吸烟，就吸烟，他就吸二手烟哦，这样罢了。哇，原来你的那个金碧辉煌啊，是用他的肝换来的啊。哎，哎呦，你这讲好了哟。他的肝又不是我的肝，也不是你的肝，你心急什么？哎，你担心什么？喂喂喂，你这个老婆哦，怎么这样子的？怎么这样子啊？哎，我很好了啊，我就是知道他那个肝哈，就是我哎七七八八了啦，所以我不是我带那个东西礼物拎来给他咯。还有啊，哈，我赢那些麻将钱呐。重金礼聘那个东盛的营养师来到这边啊，跟他讲啊，给他补肝啊，极好，你以为他很便宜啊？哇，很好啊，你哦，我是好老婆，全世界我最好。东盛啊，东盛是名牌哦，名牌哦，我要做工，我要去做工。哎呀，他哦睡到蒙查查了啦，蒙查查了啦。其实哦，全世界有一个地方哦，买东盛是最便宜的。在哪里啊？狗血咯！也是哦，你忘记了啊？不相信啊？你看下那个 catalog， 看这样，有 offer 哈。Thompson Livering 300奶剂精华啊，我们的套组呢就有149令吉的 Thompson 60颗，再送你呢多90颗，最超值的优惠，售完为止。再狗血买这个 Thompson 啊，帮你啊折扣65%啊，129块罢了，外面啊要387令吉呢。拨打热线0395411188，或者是到 GoShow App 下单。哎呦，全世界的男人，全世界的女人辛苦了，不要像 Happy 爸这样哦。哎呦，做到有钱了啊，那个家美美这样哦，没有那个时间跟生命来享受的。哎呦，要跟那个两个啊，安哥安弟来聊一下。哎呦，有时我们平时做的事情哦，都不知道其实是在伤肝的哦，永发哥。哎呦，真的嘞，你知道啊？现在啊，就是外面啊，就是啊，吃的啊也好啊，啊空气也好啊，哎，我们哦都逃不过嘞，啊吃又没。每天想吃一点清淡的哦，你知道啦，我们出去应酬又多，哪里有机会吃清淡的东西啊？然后啊，你知道啊，在做工厂的，有时候我们进出那种大公司啊，很多我们是看起来啊是没有东西，其实哦都隐藏着很多那种毒素、不健康的毒素。对呀，尤其是哦最大的原因就是很多现在的人哦。早早不要睡觉，哎呦，迟迟才睡觉，熬夜了，你熬夜那个我们的肝哦，就是有问题了咯，真的，对呀，你的肝要健康啊，晚上11点就要睡觉了。你讲你昨天几点睡觉？11点啊，我跟你讲哦，我不到12点的后面哦，我不睡觉的。哎呦，很刚刚他们讲的这些种种事情啊，都是很伤肝的哦，难得东盛的营养师这个魏山在哦，就要来跟他聊一下，很多人不知道。
哦，其实哦，肝脏是很重要的，对不对？啊，对，是的，其实肝脏对我们的人体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我们不管是吃的、喝的、呼吸的，所有的东西呢，都是需要经过我们的肝脏呢去代谢、去分解，然后呢，把它输送到我们身体所需要的部位去了。然后而且呢，我们肝脏呢，其实它也负责呢，就是好像 filter 这样子的，就是排毒，有排毒的功效，把我们吃进去呢所有的那些毒素啊，或者是一些化学品啊，就把它就是 filter， 然后neutralize 成没有对我们身体没有害的物质之后呢，再把它排出体外。所以我们肝脏对我们人体很重要，真的。所以呢，我们人呐、可以健健康康无代志啊。你看哦，其实哦是肝脏在做工呢，肝脏二十四小时都帮你在解毒啦。而且呢，我跟你讲啊，刚刚啊惠山也素有讲嘛，肝脏很重要，它有几百个功能呀、有五百、差不多五百个功能，五百多个功能呐、我跟你讲，你都不知道。而且除了皮肤之外，我们人体最大的这个器官就是我们的肝脏了啊，它帮我们过滤啦，排出所有的有害物质啦，分泌胆汁啦，分解脂肪啦，储存肝脏及维生素 ADEK， 帮我们代谢我们的食物。你吃进去的食物呢，要如何变成营养到我们的身体各个部位，就是肝脏的功能。还有呢，调节我们的胆固醇啦、而且呢，我跟你讲，导致这个肝功能受伤的原因啊，就是什么呢？经常喝酒啦，生活压力啦，情绪不好啦，油腻的食物啦，不够睡啦，抽烟啦、哎呦，你很常吃药的人、长期都在吃什么高血压啦、胆固醇药的人啦、工业污染等等啊，病毒都有可能伤害到我们的肝脏的。所以、我跟你讲、为什么保护肝脏、要比其他的、器官、来得更加刻不容缓啊，迈出八套老药上来、为什么？因为这个肝脏是没有痛感神经的。好像我们人跌跌了会痛吗？你心痛、心会痛吗？你不落怪痛，你会感觉到那个痛感神经、在刺痛你吗？但是、肝脏没有这个痛感神经，当你发现到痛的时候、通常、已经是 end stage 的了、是因为那个肝脏、它已经膨胀了，挤压到你其他的器官，你去到医院的时候、为时已晚、所以呢，平时就要保养好肝脏啊。我们的通顺Liver Link怎么这样厉害呢？因为呢，它所采用的是欧洲 Europe 的奶剂，它是天然肝脏的滋补剂，紫红色的花朵在医疗作用里面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高抗氧化的功能。那我知道你呢、家里面有买很多 supplement、是有抗氧化的功能，但是唯有奶剂的抗氧化的功能是专门针对肝脏的，你吃其他的保健品很少很少很少是有针对肝脏，只有奶剂是有效的、你看、我们每一颗里面呢有300毫克的奶剂精华，严谨的品管，再来呢得到、这个制作过程呢是符合 GMP 的良好规范，还有得到 Jagin 的清真认证。所以、如果是你要买保健品的话，尤其是保肝的产品啊，哈，Thompson 就是你的首选，人家出名到哪里，有上过杂志啊，杂志都有报道的。是啊，最佳草本的护肝品牌啦。啊，我们直接来问那个惠山了，这个Thompson Living 啊，怎样帮我们照顾肝啊，然后呢要怎样怎样吃啊，这个啊。这个 Thompson Living 呢，它里面呢是含有那个milk tea extract， 就是那个奶剂、然后这个奶剂呢，我们主要是就是抽取那个提取那个奶剂的那个种子里面的那个有效成分出来。那我们是standardize 它呢，就是要有起码80%的那个奶激素，那个 silymarin、那这个奶激素呢 silymarin 呢就是很强效的那个抗氧化剂的、它就是专门针对呢我们肝脏，维护我们肝脏健康的那个抗氧化剂。那我们是建议呢一天呢你可以吃1到3颗、一天通常呢我们是建议呢一天早上呢你可以吃1颗、然后晚上呢睡前你吃2颗。这样子 Happy Bar 要赶快来出了哦，这一个Happy Bar 之前都有买的，可是呢阿哥笑一直断货啊，那就买不到。外面去pharmacy看，我讲说阿哥笑没有货pharmacy看一下喽。哎呦，一罐60颗，149块，这129啊，买60送60，又送3足嘞。对，所以我跟你讲、真的是很超值啦、我在我老爷服食的过程当中，马上来跟你讲讲这个价钱呐、我跟你讲你在外面买东升的话买公休啊，这很乖啊，因为是保健界里面的名牌嘛。来，各位观众，你在外面这样子买一盒啊，买一盒啊，什么证？品都没有啊，像这样子而已哦，149令吉还是很多人买的。但是今天149需要吗？不用，扣20块给你，129还要买一罐送一罐大大罐的，再送一罐30颗装的。所以你看一下
你今天哦，你买60粒，我们送你90粒，总共150颗。来，各位观众朋友啊，帮我拿一下。好，可以可以。129啊，我们出道粒啊，今天我们150颗嘛，对不对？你看到你每一粒啦，如果是基本保养的话，8毛6哦。好啦，我给你吃到2颗好吗？你看你每一天维持健康的成本才快7000罢了啊，快7000啊，星座日报都买唔到啊。哎，真的。真的很所以要买的话要买多几套回去，一家人都可以吃的，尤其是现在的人啊，吃得很肥累的。那我的老爷每次煮饭啊，他讲说，哎，那个菜啊，冇油唔好食嘅，每次放到一大堆油啊，那个肝脏不好的话代谢不了啊，那个脂肪啊全部累积在那肝脏里面啊，变成了脂肪肝，早餐哦，脂肪肝是真的，因为我们去到去外面吃东西，一定是那个油哦。很厉害，多油的，尤其是哦，我们去，如果自己家里煮的还 OK， 我不要放这样多油还是可以的。但是你外面哦，你不可以哦，组织人家，哎，莫这个再咁多油啊，莫再咁咸啊，还要调的，不可能的。所以哦，很多现在的年轻人都好哦，我们哪上了年纪都很喜欢在外面吃东西的，所以吃到那些，对，吃到东西不好的话，我真的是这个真的是很划算。我其实我不敢买 Thompson 的东西 来吃的，这怎么呢？这样好贵哦，现在贵贵啊，现在我还知道我钱啫，系我在工作真的是很划算哦，唔买就唔得咯，因为我哋知道我哋补肝啊，我哋嘅肝一定要补咗啊。我教育一下你们啦，其实不只是油腻的食物罢了啊，身边哦有很多啊不健康那种作息啊，也会影响到肝的哦。哎呦，是有很多观众哦，会上来他讲说啊，我又没有抽烟啊，我又没有喝酒，我又吃到很清淡哦，啊，我的身体应该没有毒素，我的肝脏应该没有负担，不用做这样多工，其实不是的，是不是？是的，因为其实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除了就是酒精啊、抽烟啊、油腻的食物啊，或者是一些辛辣的食物啊，还有甜的食物之外呢，还有很多其他的那些食物啊，或者是日常用品、日常用品等等呢，都是其实对我们的肝脏呢是有一定的那个伤害的。哎呦，这一些什么霉菌、重金属、毒素、染色剂、色素呢，进到我们的身体，原来都是肝脏在帮你过滤的。还有这一个汽水啊，每次你喜欢买来喝的嘛，你没有想过你们管。众朋友啊，你喝进去的时候是粉红色啊，打屁你小便出来哦是没有加热的啊，那个粉红色跑去那里了，色素就是在我们的肝脏里面呢已经就是代谢掉了。哎呦，所以你看那个肝脏有多辛苦啊，连那种那个指甲油也是哦，你闻到其实在我们的指甲，好像比如说指甲油啊，或者是你清洗指甲油的那些溶剂或者是化学、化学，或者是那个我们的喷雾剂啊，就是喷头发的、hairspray 对，化妆品啊等等呢，其实都含有可能有含有重金属啊，或者是很多其他的那些化学成分、化学添加剂，都是对我们的身体不好。都是肝脏在过滤的。连你喝一罐矿泉水啊，你以为没有事情啊？里面一定有一点点的塑化剂的，也是肝脏在帮你过滤掉。对对对，然后还有可能我们很多的那些 detergent 啊，我们平时洗东西 的、对啊，然后你洗车的啊，那些 wax 啊，或者是那些漂白剂啊、油漆啊等等呢，都是含有各种各样的那些溶剂啊，或者是一些化学成分。那这些呢，都是需要我们的肝脏呢去就是去分解啊、代谢啊、去过滤。然后对对，不然呢，就会对我们身体有很大的伤害。你想看你肝脏不好，那些毒素跑去哪里？跑去各个部位讲哦。对。还有打油的时候那个味道啊。也是对身体不好的，那这个就是健康的肝脏啦啊！如果你没有保养、没有照顾它的话，它已经很多油啦、很多毒素的话呢，它就开始可能会有一点肿胀的问题。啊，这个时候可能还有得救一点了哈。是的，是的。可是呢，如果到第三期啊，就是这个叫什么纤维化。已经硬掉了。对对，纤维化之后呢，如果你还是没有好好照顾的话呢，它就会变成肝硬化，然后就可能会引发各种各样的肝疾病，比如说可能肝癌啊之类的问题。哎呦，所以呢，不要等到这样子啊。通常哦，我跟你讲啊，你的肝好好的时候呢，你是不会有感觉的，因为它是没有那个痛觉神经的。只要它肿到这样大大力哦，撞到你的肺，撞到你的肠，撞到你其他的器官，你感受到痛的时候呢，那个时候通常都来不及了。所以不要讲说哎呀，我都没有不良的生活习惯，不用照顾肝。照顾肝是每个人都必须做的东西来的。你看，日常生活的东西都在危害我们的肝呢。那Happy妈有看报纸啦哈，如果这种毒素啊，卖出30套，赶快买啦！因为只要你有肝脏哦，你一定要保
顾他的吗？尤其是现在年轻人哦，他们很努力做工，很拼命赚钱，是不是？睡觉睡不够哈，十一点哦就要睡觉了，才叫做饱干哦。Happy 妈昨天煲剧啊，煲到一点多，有的时候我跟丽珍啊打麻将啊，打到通宵啊，哎呦饱干了咯。来，你可以买哦，你要认明正品，你看到一个 KKM 的贴纸啊，证明是哦就是正品。你在外面买哦，不是买到正品哦，我们不敢包啦。但是哦，你 Go Shop 买的话就肯定很安全。再来，放心买，一直到2026年，你看到吗？它是2023年今年在生产的，所以它的货很新鲜。你要买多几套回去，你不要以为一套很多啊。Happy 吗？通常一套，哎，我一个人啊，两个月一个月我就吃完了啦。你家里面有四五个人啊，你要马上补货。我讲真的，129块哦，寄过西塞啊，买保健品真的不贵。真的，现在的保健品400-500块，很贵哦，不是普通人买得起的。真的是、嗯。所以呢，你在外面买很贵的话，一定要在Go Shop购买啊啦啊、嗯！再一次强调呢，买60颗送60颗，再送30颗，只有在今天呐、啊，129块罢了啊！你不相信啊？你去外面看看啦啊！外面呢、啊、有些一罐卖70块的啊，有些一罐呢、啊、卖74块啊。今天我们的一罐的129出到来呀、啊，哎呦，才不到40块呢，43块罢了。是咯，你看啊，外面一套的价钱呢、啊、，Go Show 得到3套啊，因为哈、啊、比搬家还要来的便宜哦。哎呦，真的，今天的套组呢就是买60送60再送30啦，外面一罐149，我们现在有2罐60颗，一罐30颗，只需要多少钱呢？129块，卖完就没有了。啊，你看呢，本来是要387的，现在折扣超过65%，129零几八了哦。没错啦，赶快下单啦，打电话呢用 Go Show 要码钱。塞Thompson Living 奶剂精华帮你补肝的这个产品啊，在 Go Shop 是5颗星星的，代表呢每个 customer 哦买了又再买都有回头客，都说非常的有帮助。对呀、啊，很多人都是买给爸爸妈妈啦哈，你想想哦，新车当然是没有问题咯，年轻人通常没有问题的，通常是老车旧车有问题嘛，所以哦老人家的 spare part 也是7-8包括肝脏，所以很多人买了之后啊，发现到哎呀这个疲倦的问题呀、啊，啊这个就是高胆固醇的问题呢都有得到改善，也有很多人呢是买了之后呢又再买了好几次，强力推荐5颗星的评价，卖给爸爸妈妈，卖给呢勤劳做工的孩子们，他们的肝脏啊，哎呦很辛苦哦，你要救下他们的肝脏，养肝就是等于养命，把命养好就要吃东森。我是名德士司机，每天都长时间坐在车里，常常感觉腹胀，晚上睡不好，还有口臭。考试期间，我课业繁忙，每晚都睡眠不足。我天天感觉疲倦，脸上还长出痘痘。汤氏奶剂富含上等奶剂精华，能帮助维护肝脏健康。汤氏奶剂帮助促进肝脏健康。有了汤氏奶剂，让我身心愉快，信心十足。汤氏奶剂，您的肝脏好伴侣。国庆日 Go Gamilang Sales 给您折扣高达66令吉，一定要使用我们的优惠码，还有免运费，需符合条规。Happy Family， 我们迎来的就是 Thompson Living 300浓缩的奶剂精华啦。Thompson 呢是自1987年的卓越品牌，采用天然的草本配方，护肝养肝的保健品。Thompson Living 300浓缩奶剂精华套组就包含了市价149令吉60克的大瓶装，再送你的90克最超值的优惠，卖完就没有啦。全套的市价在外头购买的话387令吉，今天帮您折扣65%那么多，特惠价129令吉，带回去150克。每一颗300毫克的浓缩奶剂精华，可以帮助您维护肝脏的健康，调节各种身体机能，高抗氧化，增强体力。有效期限到2026年，所以呢，不用担心，多买几套，拨打热线还是用 Go Shop App 来马上下单抢购。阿 boy， 你 OT 没日没夜，好伤肝啊。每晚都要应酬，好伤肝呐！老婆，你又累又不够睡，好伤肝呐！哎呦，我会看你熬夜熬到整对黑眼圈，真的好伤肝呐！幸好有 Thompson Living 保护你的肝脏，吃 Thompson Living 有助于肝脏健康。我伤肝啦！我伤肝啦！我伤肝啦！什么是信任？信任需要经过时间来验证，
信任建立在良好关系之上，信任伴随着品质。我们希望这份信任可以为您带来自信及安心，让您无时无刻为他人呈现最好的自己。想到健康，想到汤参。哇，卖得很快，卖得很好啊！东森这个品牌啊，老实讲啦，我有吃它的银杏啦，我有吃那个补骨头的、补关节的啦，啊，全部都有吃，它的产品都很好的。可是呢，你真的是要祈祷哦，不要那个国寿没有货。哎呦，如果没有货的话，啊，那个李整啊，那天跟我的水墨气花木西啊，讲很贵啊，东森是不是？是是是，真的是很贵的，同事。但是它贵到它是值得贵嘛？因为它是好价值，它是很好的东西来的嘛。但是哈，它现在在 Go Shop 来讲，它更加划算，所以就是我就是自己要买的，因为呀、啊，我的孩子哦，时常在熬夜。做工啦，早早就要起来了啦，还有又要读书啦，晚上玩手机不要睡觉嘞。对，也是有必要讲，我孩子我自己都是阿棒阿叻来的，不要讲小孩子或者是年轻的，我们上了年纪啊也是一样的，手机在手，避不了了现在的生活，也是不会放的，所以呢，熬夜哦是真的是对我们的肝脏有时真的是很累，所以我一定要吃的，是不是？给孩子。既然避不了哦，就是要保护喽，对，好像那个永发。这样啦，每天约我去喝酒这样子哦、啊，有时我们两个不要喝哦，我们那个拉豆啊，那种老板的朋友，对不对？是啦，我就是要跟你分享一个案例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算是老友啦，啊，做大生意大老板了、哇，他们就是每次有约我们出来喝酒啊什么啦哈、啊，就是上个月呢，就是约了我们就是喝酒，然后又吃榴莲哦，哎呦呦、啊，他平时他讲他哦血压高啊什么都 OK 的 啊，但是那一天哦。他就忽然间他的那个腹部就疼痛了、疼痛之后啊、这样没有办法咯、痛到很厉害，我们就叫 ambulance 咯，原来去到医院啊、是他的肝有问题。哎呦，讲到这边哦，顺便直接来问慧珊咯，就是哦，现在的观众朋友啊都要保肝要护肝吗？哎，你跟他们讲一下哦，啊，如果我们身体出现什么症状啦，就代表其实要照顾肝了啊。第一个我知道很容易累，很容易累 ，Happy 八以前就是这样，就是肝开始累了，是不是？是的，肝很容易累呢，就是其中一个肝不好的，或者是肝操劳过度的一个症状了。那还有其他，就是其实比较通常会出现的，就是呢消化不良啊，然后食欲。消化不是胃的吗？跟肝有关系啊？是跟肝很有关系的，息息相关的。通常肝不好呢，你会觉得消化不良啊，然后你会觉得食欲不振，就是没有什么胃口吃东西，然后呢你会觉得肚子胀胀的，好像整天胀着风这样子。然后还有就是呢，你也会觉得就是可能发热气啊，口臭啊，然后你的或者是口很干啊，又或者是口很苦啊，然后还有就是你的舌苔会有舌苔，就是你的早上起身的时候呢，你的舌头呢有一层白白色的东西，那个很痛，我有哦，对，然后对，还有可能就是皮肤长斑啊，或者是皮肤痒啊，哎呦，这种哦，对，这种症状哦，就感觉哦其实不明显呢。啊，很多人就会忽略，对对对，就觉得以为是老了，平时的一些健康问题，就可以救啦，阿焕还可以救，就像我那个朋友啦，就他以为我们老了嘛，就是有时候一点小毛病啊，他也觉得哎呀，不用紧啦，都是正常的，以为正常了。那你知道那一天就是发作，但会忽然间会发作了没？这种东西，像刚刚慧珊讲的嘛，通常发作的时候呢，就是严重了，对不对？是的，对，因为他肝脏没有那个痛感神经，所以呢，我们一般上呢，我们的肝脏呢，它操劳过度了，我们是不会有什么感觉。那直到呢，那个肝呢已经是肿胀到很严重了，或者是已经是硬化了，我们才会感觉到好像不对劲了这样子。太迟了。还有一种啊，不懂你们有没有看过，有一些老安哥啊，还是安弟哦，他的皮肤哦灰灰色的。哎呦呦！啊，他不是血红色这样子的哦。啊，听说也是跟肝脏有关系哈，这个。其实通常如果肝脏不好的话呢，我们是那个皮肤会发黄，眼睛也会发黄，然后还有。就是可能你的手指指甲啊，然后会变得好像凹凸不平啊，然后颜色很暗淡啊，肤色很暗，我们平时的肤色也是发黄暗淡啊，然后也有可能人家想硬糖，还有一个就是呢，就是你的免疫力也会受影响。对，肝脏不好，免疫力会受影响，会容易生病。然后还有就是可能你也会觉得呢，你如果受伤流血呢，可能会容易流血不止。
这些都是原来肝脏这么重要的哈。啊，你知道为什么吗？ Happy Bar 有毒爆竹的。哎呦，肝脏呢是我们人体第二大的器官，其实呢除了皮肤以外啦，是最大的器官啦。它一个肝脏哦，它就有500多个功能呐。它好像那个 filtration 的黑瓜哥，这样就对了啊。你看到、哦、它专门帮我们做什么呢？帮我们过滤啦，排除我们体内的有害的这些毒素啦，还有呢分泌胆汁啊。为什么分泌胆汁这样重要啊？刚刚惠珊有讲吗？啊，你手指会黄，皮肤会黄，都是跟胆汁有关系的。还有就是呢，帮你储存呐 你的 store room 来的这个肝脏哦，你的维他命 A、D、E、K， 还有呢，帮你代谢你的食物啦，调节你的胆固醇啦。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啦，这些都会导致我们的肝功能受到伤害啦，熬夜啦、喝酒啦、抽烟啦、情绪不稳定啦、心情不好啦、生活压力啦、工业污染等等的。所以呢，这些如果周遭都有在发生的话，你一定要把 Thompson Living 给买起来，保护你的肝啊，你的肝也值得拥有的最好的营养，让它继续帮你做工。啊，刚才那个惠珊有讲了哈，这个肝脏有500多项的那个工作啦。你想一下，如果你的肝脏不好，500多项的路谁做？没有人做的话啊，你身体就自然生病吗？手指黑黑啊，印堂发黑啊，这里黄黄，那边黄黄，因为呀、啊，你的肝脏不好的话，它会影响铁质的代谢的啊，很大影响的、啊。还有啊，你会发现到我很难消化，为什么呢？你的肝不好，影响到你的胆囊，它没有办法分泌出胆汁，你吃下去的脂肪啊、碳水化合物蛋白质没有办法分解，所以啊，你要吃这个东西，它里面哦有奶剂，奶剂呢是天然肝脏的滋补剂而已咯。你要吃那个啊维他命 A、B、C 啊，维他命 C 啊，你不要吃 orange， 你可以吃 kiwi 哦。啊，你不吃 kiwi 的话，你可以吃爸爸药啊。但是只有奶剂哦，只有这个紫色的花朵才有的哦，它是没有办法从其他的食物里面萃取到的哈。医疗作用已经超过2000年了哈，有这个抗氧化的功能，它是专门针对肝脏的抗氧化剂，特别的有效。再来呢 ，Thompson Living 啊，300，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有300毫克的奶剂精华，有很严谨的品管控制，而且有 GMP 啊，还有 JAGI 嘛，所以哦，绝对是品质保证来的。还有啊，如果是你那个胆囊哦，就是哈、啊。分泌不出那个胆汁的话，你的胰岛素也会受到影响哦。你会发现到你很快饿哦，你吃的东西哦，这样子哦。人家吃哈搞一个小时消化完了，你的哦还留在那个肚子里面。只要你身体里面的毒素，不管你是吃的还是你是吸的，48个小时它没有代谢出体外的话，它就 recycle 那个毒素在你身体里面。哎呦，久而久之，你就变成毒人了，很可怕。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有讲到这个产品哦啊，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也要出哦，那个丽珍姐对不对？对，是我想问一下哈，我们的那我们的这个美女哈，这个同称这个啊、奶剂精华，奶剂精华那个补肝的哦，几岁可以吃哈？其实13岁以上就可以吃哦，这样子可以，因为我的孩子可以了。不止13岁了、啊、就可以吃了啊，这样子有没有讲几岁呢？要吃一粒，几岁要吃几粒、啊、这样子？对对对，一般上13岁到18岁之间呢，就我们一般只是建议他吃1到2颗一天最多了，最多就是2颗，成年人就可以吃比较多。2到3颗，好像哦，永发每次跟我要出去应酬喝酒啊，抽7到20手烟的哦，我们就早上1颗，晚上2颗，可以吗？可以。因为他们啊，那个中医也是有讲嘛，啊，晚上是那个肝排毒嘛，啊，你出了才去睡觉就对了嘛。对哦，没有啊，你去喝酒之前啊，吃2粒下去啊，保下肝。哎，所以啊，这个东西啊，你们就是不会啊。以前啊，我20多年前就认识这个通生这个品牌了啊。就是以前我就已经是有这个做这个保养的这个工作了啊，那时候我就贵我都买来吃啊，不要以为哦那个东西贵啊你就不舍得吃啊，你老来啊你就要花更多的钱了、啊。对，我不像你咯，我从30多岁我就吃了啦、啊、这东西，因为你舍得我，那时候我看到那个价钱、哇，咁贵嘅，唔舍得喎。而家有 offer，、哎、真系而家有 offer， 唔好讲唔舍得啊，真系而家花啲小钱、啊，对，现在想起来是真的，真的不要讲啊，那样东西贵哦，我们就不舍得买啊，买来吃啊，真的是要把我啊，你也知道你是 Queen of G-Mart，所以要马上来跟你讲一下那个套装，放心的买，为什么呢？你看哦，你买哦，这边哦绝对是正品啊。它有那个 KKN 政府的贴纸啊，108套卖出去了，而且哦，它是今年才制造，很新鲜的、啊。2026年哦才开始哦，就是截止啦。来，各位观众朋友，来帮我拿一下哦。你在外面买的话哦，真的是贵的，因为哦，像这样子一罐啊，没有啊，什么都没有啊，像这样子啊，一
149令吉，大把人抢，力争你去排队抢。是以前都这样买了。我们129令吉扣了20块给你，再给多你60颗，再给多你30颗，总共150颗，129令吉啊，你出150的话，每一粒才多少钱？8毛6啊！我给你吃到3粒啦，给你吃3粒多好了，吃3粒哦，也才哦2.6块罢了嘞。哎呦，给你个好批评哦，真的。是，而且啊，你不要以为吃东西而已啊！哎呀，你生活当中啊，有很多啊，那些啊，化学成分很多的，你吸进去的、啊、也是很伤肝的。真的，是啊，你自己想象看哦，啊，你家里的 aircon 啊，半年就洗一次 filter， 啊，你的那个什么啊，空气净化器，你嘛是半年换一次 filter，、啊、有没有？啊，可是我们身体的 filter 在哪里呢？啊，当然肺也是有 filter 啦。其实最重要的 filter 的总部的 headquarter 呢，就是我们的肝脏，对不对？是的，我们的肝还有其实还有我们的肾呢，都是我们身体里面的重要的那个 filter， 就是专门帮助我们 filter 我们身体的所有吃进去的、喝进去的、呼吸的、接触的所有的那些化学物质等等。哦，对。那你看哦，这一些日常用品、日常食物啊，你不小心呼吸到的、不小心吃到的，其实里头呢都有很多潜藏的危机，都是你的肝脏在帮你做排毒的哈、哦嗯。那第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你喝那个汽水啊 ，orange juice 啦，那个什么 grape 的啦，有甜味剂、有色素的啊，为什么呢？冰卡的你喝进去出来哦。它是变透明的呢，就是你的肝脏跟你的肾脏在做工了咯，对不对？对对对，已经 filter 过了啊，要不然哦，你肝脏不好啊，你粉红色进去就粉红色出来嘛，哦、啊，你吃辣椒进去就辣椒出来哦，不可能嘛、哦，对不对？然后呢，我很好奇哦，那个惠山啊，你放霉菌在这边是什么意思啊？其实呢，就是呢，我们很多时候会忽略掉，就我们家里面的很多东西呢，都发霉了，我们没有去管它。哦，那个切菜的板。其实呢，发霉的霉菌呢，它其实呢是对我们身体是有害的。嗯、但是虽然说通常呢，霉菌只是会造成我们就是可能腹泻啊、肚子痛，但是也有。其中一些霉菌呢，它是含有毒素的，所以对让我们身体中毒的，好像比如说、黄曲霉素这样子 ，aflatoxin 这些呢，在我们身体里面呢是会引发中毒的现象，所以呢霉菌呢也是要很小心。对，哎呦，甚至呢很多的妈妈家庭主妇安迪在家里哦啊用 hairspray 啦，用漂白剂洗地上啦，洗衣服的啊，你不小心闻到其实都会有嗅到，对不对？对，我们会嗅到闻到这些呢，都会对我们的肝脏呢有一定的那个。伤害一定的损伤的、对，会对我们的肝不好，因为这些化学物质呢，其实很多就是我们完全没有去想到，但是在很多很多的那些家庭的日用品里面都有的。啊，有，甚至还有一个啦，买菜买水果那个农药哦。也是肝脏负责的，对不对？对对对，因为我们蔬菜里面啊、水果里面啊，都含有那些农药啊，或者是一些除草剂啊、除虫剂啊，这些呢，都是呢会对我们身体啊、肝脏啊，都是有不好的那个就是后果。所以你自己讲啦，肝脏重不重要？你要不要照顾它？它哦，辛苦到什么程度？它自己痛，它都不要跟你讲。啊，肠痛、肾痛、心痛，还会有痛哦。肝是不会痛的啊！你看哦，你去巴萨买猪肝的话啦，这样子你才敢买吗？啊，这样子的猪肝你敢买吗？哎呦，要求都不要买。所以呢，健康的肝呢，应该是长这个样子的哈、哦嗯。然后呢，有稍微有肿胀啦，还是有一点点问题的话呢，如果呢你吃对的保健品啦，你看医生的话呢，可能还可以逆转。可是呢，当它变成硬化啦，变到纤维化啦，到它肿胀啦、肿大的时候呢，很多时候这个时候呢，你才会感受到痛。痛的时候呢，啊，一般上都不能救了的，所以不要等说，哎呀，我的肝都没有问题，不用补的吗？这样子啊，不可以哟、哦。等到有问题的时候，都来不及逆转的呀。是，我跟你讲，是保护肝脏很重要、啊。对，还有我想问一下哦，我时常在家里啊，如果有煮饭的时候啊，不是有的啊，那个烧水烟啊，那个油烟啊，那油烟味啊，它会不会也是影响到我们的肝的哈？也是，对对对，这些也是会影响肝，也是含有致癌物质，其实。哦，你想有致。是不是这样讲呢？啊，你闻那个油烟哦，第一个 filter 就是我们的肺嘛。啊，那个肺没有 filter 完的，就去肝那边帮你 filter。对对对，我们肝那边还是会再继续的，就是 filter， 然后就是。过后呢，再排去我们的那个肾那边，然后肾呢就通过尿液排出去，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身体的那个 process 啊。对咯、你看我们的尿永远都是一样嘎热的吗？黄色啊、透明色的吗？你没有看过尿黑色、黄色、蓝色的，对不对？都是因为那些色素啦、重金属啦、毒素啦、药剂啦，通通啊都被你的肝脏给代谢掉了。所以呢，肝脏尤其重要，不保护肝脏就是有一句话咯。
爆肝，哎呦，真的严重啊！我一直以为啊，哎呀，就是呼吸啊，这种不好的空气啊，肺部罢了嘛。哪里知道哦，肝脏也是很重要的啵。你看看127号哦，已经卖出去了啦。还有啊，肝脏哦也是产生抗体的地方，所以如果在肝脏哦爆肝啊受损了的话，人很容易生病，你的抗体哦 produce 不出来呀、啊。哎呦，它也是帮你储存那个矿物质。哦，还有那个维生素的地方，好像你身体里面的 store room 这样子哦，是不是？是的，就是我们的肝脏呢，它呢是会帮我们的身体呢储存一些维生素啊，或者是一些矿物质之类的。那当我们身体有需要到的时候呢，它就会就是就提供我们身体这些重要的这些物质。嗯，那还有我们身体也是我们的肝脏呢也是一样会储存，就是那个肝糖，就是我们的糖分呢，它会储存在我们的肝里面，然后等到有需要的时候呢，它就会转化成那个葡萄糖，让我们身体去运用。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要问哦、嗯、啊，我看到一个报主讲啊，我们身体的肥油啊、脂肪啊，跟肝也有关系的。是的，那其实我们平时的饮食呢，如果我们吃大量的那些就是油腻的食物啊、煎炸食物，还有甜的很甜的食物呢，这些呢全部如果呢没有就是完全被分解代谢掉的话呢，它就会呢就是储存在我们的那个肝脏里面。哎呦，日积月累呢就会造成脂肪肝，我们的那个肝，对，我们的肝细胞里面呢就会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这些油脂啊、糖分啊之类的。哦，油包肝就是这样子来的啦。原来是这样子，所以呢，哎呦，搞不好啦，我自己猜啦，啊，很肥很肥的，哎呦，搞不好啊，可能那个肝脏因为它的代谢脂肪的功能也没有很好，对不对？啊，也要补肝一下，我不知道啦，就是跟你讲一下，你买回去照顾你的肝脏就对了。反正今天这 Happy Family 呢，买60送60，再送30，啊，150颗 Happy 爸一个人啊，2个月就出完了，所以我们一家人4个嘛，阿伯跟阿哥都做过熬夜了吗？我们通常一看到就是5、6套这样买的，因为呢有效期限也是到2026年啊，不用担心。对呀，卖出163套了，那你现在好你的肝脏啊，人很就很少生病啊，不然呢、啊、你去看一次医生啊，100-200块看一次罢了啊。哪里吃哦？啊，现在129啊，你吃起来哦，人很少生病啊。你不相信你看哦 ，Go Shop 啊，129，你去外面看呐、啊，70块一罐，74块一罐啊，你在外面买啊，200-300块了咯，贵啊。哎、我们这边啊，算到了一罐才43块嘞，是安怎呢？那，你看啊，外面一套的价格 Go Shop 可以买3套这样多呢，所以呢。你这件至少买3套回家啊！对呀、啊，你看好像60颗送90颗，总共150颗，最超值的套组卖完没有了，外面找不到这个价钱。嗯、哎呦，赶快等，怎么节省discount65%，129块啊！带哦，回去150粒哦，一定要来保护自己的肝。快点拨打热线0395-44188，或者是到 Go Shop App 下单。说到丹胜这个品牌哦，其实呢，它的制造过程呢也是很严谨的哈、哦。因为呢，不管它任何的产品呢，他们用到的机械呢都是来自德国的，对不对，慧珊？是的，是的。我们工厂里面的大部分的那个机械呢都是来自德国，德国品牌啊。我这样子，我想问一下哦，市面上也是很多产品是有吃肝脏的吗？这么丹胜哦，对肝脏的疗效最好哩？其实这个丹胜里面呢，它里面的那个奶激素呢，它是。比较高成就是它的成分呢比较高浓度，然后呢它也比较高的那个剂量，就是每一颗呢有300毫克。因为市面上呢有很多的那些奶激素呢，他们的那个剂量没有这么高哦，所以才会卖到这样贵。难怪像我们吃到5、6颗这样多啦，因为剂量少少嘛。啊，这个就吃一人一天啊，1到3颗就可以了。而且呢，他们不是讲而已的，他们所有的产品啊，他们一定都拿去做 testing 的啊。testing 讲说呢，那吃进肚子里面有没有效？吃那就那个 testing 哦，政府才会批准吗？啊，政府批准的东西就是 OK 了的。对啊，而且东升的爱好是什么？喜欢 checking。check 了啊，很久啊没有问题了啊，他们才敢面向市场。还有另外一个 hobby 是什么呢？很喜欢拿色啊，什么 GMP 啊、Jackie 啊，全部那种色啊，安全准证啊，全部拿到完。所以今天呢是以平民价买到 premium 的产品，好抵啊！国庆日 Go Gamilang Sales 给您折扣高达66令吉，一定要使用我们的优惠码，还有免运费、需符合条规。Happy Family， 我们迎来的就是 Thompson Living 300浓缩的奶剂精华啦。Thompson 呢是自1987年的卓越品牌，采用天然的草本配方护肝养肝的保健品。
Thompson Livrin 300浓缩奶剂精华套组，就包含了市价149令吉60克的大瓶装，再送你的90克最超值的优惠，卖完就没有啦。全套的市价在外头购买的话387令吉，今天帮您折扣65%那么多，特惠价129令吉，带回去150颗。每一颗300毫克的浓缩奶剂精华，可以帮助您维护肝脏的健康，调节各种身体机能，高抗氧化，增强体力。有效期限到2026年，所以呢，不用担心，多买几套，拨打热线还是用国税 App 来马上下单抢购。什么是信任？信任需要经过时间来验证，信任建立在良好关系之上，信任伴随着品质。我们希望这份信任可以为您带来自信及安心，让您无时无刻为他人呈现最好的自己，想到健康，想到汤身。我是名德士司机，每天都长时间坐在车里，常常感觉腹胀，晚上睡不好，还有口臭。考试期间，我课业繁忙，每晚都睡眠不足。我天天感觉疲倦，脸上还长出痘痘。汤氏奶剂富含上等奶剂精华，能帮助维护肝脏健康。汤氏奶剂帮助促进肝脏健康。有了汤氏奶剂，让我身心愉快，信心十足。汤氏奶剂，您的肝脏好伴侣。Thompson Livrin 在我们Go Shop呢，永远都是非常好卖的，而且呢，回头客很多啊，很多人买了又买，买了又买，买了又买，都给5颗星星，讲说呢，哎呦，这个产品很有效，他的爸爸妈妈很喜欢，对阿公阿妈呢也起到健康的作用哦。对呀、啊，而且在Go Shop也是最超值，极力推荐，因为外面买不到这样子的价钱，而且很多人回购呢，都是因为吃了之后呢，长期有看到它的效果啊。你看到这个人呢，已经不是第一次买了哦，他身体疲倦的问题呀、啊，头痛的问题呀、啊，也通通的迎刃。而且哇，这个买了很多次了哦，问什么时候补货 啊今天就是最好的补货时期啊， Good quality 品质保证，极力推荐，绝对是物超所值。哎呦，没错啦，在外面哦，你买一定没有这个价格的，所以呢，在 Go Shop 呢，一定要多带几套回家，不用担心会过期啊，留意到2026年降啊。所以呢，你看哦，每个一个人讲说治疗身体有帮助啦，没有这样疲惫啦，你自己去 Go Shop 的 website 看啦、啊、都是好评的，难怪 Pharmacy 一直断货，就算你找到啊，一罐你补摩胜啊，都要70块哦，啊74块哦 ，Go Shop 算到了一罐啊，43块呢、啊哦。哇，差不多半价了哦，外面买一套的价钱 ，Go Shop 可以买3套，没错，半价还要便宜哦。啊、买一罐啊，送你2罐，买60、哦、送60再送30啊，总共150粒啊，售完为止。啊，你看本来是387哦，现在折扣超过65%，特惠价129令吉，买到150颗。最后的15分钟了啊，很多人知道。哎呦，那个肝脏有很多的功能嘛，我们讲了有500多个功能，其实、啊、最主要大家最在乎的就是所谓的排毒功能啦。在面前看到的东西，丽珍姐你都不知道原来有潜藏的危机。真的、嗯、我一看到我自己都怕，因为做什么呢，是是、嗯、这些全部东西我家里都有。哎呦，尤其是指甲油。对，指甲油、哦、因为 我之前的时候我的脚、哦、我整个留过的指甲的长长的、没听过的，我时常一直查查查了，然后就哦要脱了一点点，又擦擦擦了，又再查啊，一直没有断过。我要问卫生，我看到哦，啊，指甲油是怎么啊？就是呢，其实指甲油里面啊，或者是那些喷Hairspray 啦、啊，各种各样的化妆品啊，其实里面呢都含有各种各样的那些化学物质啊，化学添加剂啊、嗯，甚至还有含有重金属。那这些呢，其实都是对我们的肝脏啊、身体呢非常不好啊。那个罐头啊、嗯、啊也是有啊。其实这些食品呢，就是我们很常呢都是会服用会吃，但是呢，其实这些罐头食品呢，很常呢都是含有各种各样的防腐剂啊、嗯、色素啊、甜味剂啊、那些味精啊，等等这些，然后其实呢，对我们的那个肝脏不好，因为我们肝脏呢需要呢，更加花更加多的那个时间啊、精力呢，去帮它就是分解啊、代谢啊。所以呢、嗯，你避免不了这些东西，就要保护你的肝脏，给它好好做工吗？你看这个水的加热哦，有时小孩子一定要喝的吗？是，看到我就喝到不喝了啊，这个。哎呦，那为什么呢？这个水哦，你喝进去的时候是粉红色啊，出来你的尿尿的时候呢，啊，粉红色不见了，不见了哦，啊，色素去哪里？哦啊，
啊，就是那个肝脏帮你过滤嘛。尤其是呢，买蔬菜水果其实也是有潜藏的危机的，对不对，对对对，蔬菜水果里面含有大量的那些农药啊、除草剂啊、除虫剂啊之类的，全部呢都是非常的不好。哎呀，边个有钱买 organic 嘅菜啫？贵到啊！啊，还有哦，是是，我也想到哦，还有啊，我有时无端端哦会发脾气的哦。即係我心情唔靚嗰陣時啊，或者我嗰啲仔女啊，一下踩到我條尾啊，踩到條尾啊，哇！那個火就來了的喎。如果那個火時常這樣子哦，是會不會不大好啊？肝還是肝還是什麼？其實都是有互相的那個影響和那個關聯的。哦、就是你常常這樣子啊發脾氣啊呢，就對我們的肝臟不好。但是其實呢，我們的肝如果不好的話呢，它也是會造成我們容易呢，就是脾氣比較暴躁，惡性循環，就肝上火這樣子，就是惡性循環，對睡眠也是一樣。哦、肝上火，對睡眠也是一樣。就如果我們很常就是睡眠不足，常常熬夜，然后这样很伤肝嘛。那但是其实呢，如果你常常就是熬夜，睡眠不足的话呢，又容易呢造成呢就是我们会有失眠的问题。那其实都是一样，一直在恶性的循环。哎呦，就是哦，你心情不好，睡不着，导致你肝脏有问题。你肝脏有问题，越导致你睡不着，然后又是那个心情又不好，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难怪你的肝脏这样辛苦，你一定要来保护它嘛。它又不像你的那个 aircon 的 filter 可以按它出去洗，这样子不能洗的，所以就要吃保健品来保护它，美美红红这样哦。如果它有一点点问题的话呢，可能还可以逆转啦。如果呢，它已经肿胀了、纤维化了、硬化了，开始哦，生一粒一粒。生肿起来，肿起来这样啊，这个时候就没有得救了。而且要再一次讲啊，我们的肝脏是没有痛感神经的，就是呢，它是没有感觉的啊。你动它，它也没有 feeling 的，它会有感觉，就是因为它已经肿大到它撞到你其他的器官，那个时候通常哦都是没有得救了的。所以不要讲说呢，哎呀，我都没有抽烟，我都没有喝酒，我就不用保护肝脏喽。像丽珍姐讲的，我们家全部都有。对，真的是。每不要讲我的家，我看了、很多人的家里都有，每个人家里都有。是啊，哇哇哇，很多人买哦，卖出了200套了。除非啊，你是生活在原始森林啊，真的。不但啊，你做欧浪不但啊，你真的是很大自然啊，不然哦，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哦，有这样多的毒素，从用的到吃的到嗅的，全部都是毒素哦。原来你的肝脏不好的话啊，哎呦，我跟你讲啊，身体不健康啊，没有办法看到孙子成长。是人生的遗憾来的。原来我们人类的身体最大的解毒神器哈、就是我们的肝脏嘞。哎呦，这个东西我们都不知道嘞。它是我们人体啊，除了皮肤以外第二大的器官哦，它负责500多个功能。你自己想看呐、我们身体哦就是这样大罢了吗？这个肝哦负责500多个功能嘞啊，过滤啦，还有呢有害物质帮你代谢掉啦，分泌胆汁啦，胆汁就关系到什么呢？你的脂肪啦，你的食物的消化等等啦哈。还有呢，它是好像 store room 这样哦，帮你收你的维他命 A、维他命 D、E 还有 K 啦，还有帮你代谢食物，调节你的胆固醇。总之呢，像刚刚丽珍姐讲的嘛，心情不好啦，情绪差啦，脾气大啦，睡不着啦，喝酒啦，抽烟啦，那个工业的那个什么污染啦，这些呢都会影响我们的肝功能，肝功能都会受损的。对咯，而且你代谢不好的话，你呼吸都肥啊。你喝水都肥呀、你吃什么东西都不消化，你连喝水都没有办法代谢出去，哈，知道吗？所以呢，这个肝脏哦，对我们来讲哦，真的是太重要了啦，哈。这样子哦，这个肝脏的守护神是谁嘞？就是奶剂，没有别的成分了的奶剂。注意好，它是和天然肝脏的滋补剂，紫红色的花朵，医疗作用超过2000年的历史了哦。高抗氧化哦，它是你的这个哦啊肝脏的救星了哈。再来的每一颗有300毫克的奶剂精华，严谨的。品管过程啦，有 GMP 啦，还有 Jackin 的认证，所以你要买的话、真的是要快、尤其是、我们要买给我们的孩子，怎么嘞？因为现在年轻人、很少蹲补品的啦，他们一心就是要赚钱罢了，赚钱哦，冲在前面的同时想到赚，对，就没有。照顾不到那个健康，讲到赚钱就要问那个永发了啦。哎呦，我们男人呐、为了家庭哦，一定要打很多工的吗？哎呦，我这个永发，一人打几份工、我这个 brother 就是这样啊，真的。以前哦，我就是一人打几份工的，像我也是做了几年的这个 Grab Car 啦哈。应该真是我的人都知道了。当然那时候呢，真的是对我的健康影响蛮大的。就长时间驾车嘛，压力，你长时间驾车就压力第一啦。然后你知道在马路上。
看啊，那种污染的那种情况是多严重嘛、嗯？啊，我们不可能啊，那个车每次拿去那个 service 我们的那个 aircon 嘛、嗯，啊，你自己。多久没有 service 了？你的车是2年啊，所以呢，两年洗修了。我跟你讲，以前我们就是驾车，就是马路上，会遇到各种的情况，比如说吃又吃不好、哦、啊。我最常吃是什么？那些了吗咯、哦？啊，快吗？路边看到快餐啊，对，快吗的东西啊，所以啊，吃不好、嗯，然后啊，就是睡眠不用讲了，你要早吃，你哪里有、嗯、你有时间睡到好好的、嗯、啊？所以这些哦都是影响我嘞那几年的生活，又好吃健康的、哦、又少。运动啦，我跟你讲哈、啊，如果是你的肝脏不好哦、嗯，代谢不好、吸收不好的话啦、嗯嗯，没有办法排毒的话哦，你每天吃燕窝，嗯、你每天吃再好的保健品都没有用。嗯、所以哦、嗯，你吃了这个啊，排毒了之后身体好了啊，你吃什么营养全部吸收的更好。而且啊，不要有病了才吃药，你要知道哦、啊，你有病了才吃药啊，通常是很迟了。重点是什么？你有病的时候你吃的药啊，那个药啊为什么会有效，都是跟肝脏有关。啊，你吃太多药啊，那个肝脏也的负担也会很重的嘛、哎、所以呢不要到有问题了才来吃药啦。我们再快速的请慧珊跟大家讲一下有什么症状啊、哦嗯、啊你就要开注意了、哦、啊就是你的肝、哦、差不多有问题了、哦、啊头一个我知影就是规日在那里哈气啊有睡醒啊没睡这样很疲惫，就是肝脏最大的那个症状了、哦嗯、对肝疲惫容易觉得累容易就是觉得想要打瞌睡总是没有精神的、嗯、这个是其中一个症状。那还有就是呢、嗯、我们通常就是会觉得消化不良，然后过后呢没有胃口吃东西、嗯、然后还有觉得肚子胀风啊，然后还有就是呢我们很多人可能会有口臭的问题、哎、对，或者是发热气的问题这些都是肝不好。然后还有就是呢我们早上睡醒啊可能会觉得那个口那边呢舌头上呢有一层白白的那个舌苔，这个也是呢就是我们肝不好的一个症状，就是可能你晚上睡眠不够，睡得不好就会有这样子的问题。然后还有口干啊、口苦啊，这些都是。然后还有就是女性很在意的就是呢皮肤的问题，容易皮肤发黄啊、皮肤痒啊、干长斑啊，快长斑啊，对，等一下，等一下，皮肤痒啊，会散，就是讲哦，所谓的黄脸婆啦，啊，其实就是跟肝脏有关系。对对对，就是很多时候家庭主妇就特别的忙，然后就睡眠不足啊，休息不够啊。所以呢就造成我们的肝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就是没有那么健康。还有那个眼睛黄黄啊，就是啊也是因为那个胆不是很好，对不对？肝脏影响到、哦、对对对、哦、就是我们就是那个胆就是没有好好的去分解代谢、嗯、那所以呢累积在我们体内就造成我们的眼睛啊我们的皮肤啊都是发黄啊。已经卖出233套了啦、哦、家里有老人家的尤其要买起来，因为呢、嗯、有些老人家每一天固定要吃5-6粒药的，高血压的啦、嗯、糖尿病的啦、胆固醇的啦啊，这个什么要吃很多药的人哦啊，那个肝脏也是要给他照顾一下啦、啊嗯、今天呢买60啊送60再送30150粒啊、嗯、我跟你讲你在外面买啊300-400块今天129块吧你啊、嗯、对了哈，讲到150粒 啊就是这一些啦哈、嗯、所以你看哦肝脏一样器官不好而已哦，它研发了多么多的那个后遗症哦，所以你现在马上把它照顾起来哦，以后啊就不用花大钱哦，你不然呢去一次医院啊几十钱的啊是太重要了。你看外面一套的价钱哦，在购秀可以得到3套了咯，外面买啊300多块很贵啊。哎呦真的，因为呢买149送你230，八将公公的代志啊。哎呦住在购秀的只有5分钟啊、嗯、超值的套组啊总共150颗带回家。对啦，100多块的东西不用问啦，直接买了啦，折扣超过65%，129令吉买到150颗。啊，各地蛋清蜜13岁以上就可以吃了的哈，0395441188，还是用 GoSo App 来卡进楼多啊，来保肝哦。国庆日 Go Gamilang Sales 给您折扣高达66令吉，一定要使用我们的优惠码，还有免运费，需符合条规。Happy Family， 我们迎来的就是 Thompson Living 300浓缩的奶剂精华啦。Thompson 呢是自1987年的卓越品牌，采用天然的草本配方，护肝养肝的保健品。Thompson Living 300浓缩奶剂精华套组就包含了市价149令吉60克的大瓶装，再送你的90克最超值的优惠，卖完就没有啦。全套的市价在外头购买的话387令吉，今天帮您折扣65%那么多，特惠价129令吉带回去150颗。
每一颗300毫克的浓缩奶剂精华，可以帮助您维护肝脏的健康，调节各种身体机能，高抗氧化，增强体力。有效期限到2026年，所以呢，不用担心，多买几套，拨打热线还是用国税 App 来马上下单抢购。什么是信任？信任需要经过时间来验证，信任建立在良好关系之上，信任伴随着品质。我们希望这份信任可以为您带来自信及安心，让您无时无刻为他人呈现最好的自己。想到健康，想到汤参。想到健康，想到汤参啊，陪了我们几个时代的品牌哦，绝对是可以信赖的，连我的阿布都知道哎。我们的 customer 呢也是哦，啊，因为汤参这个品牌很老又有效哦，买了很多次，买了又买，买了又买哦，还给5个星的 review 咧。很多人讲哦，买了他的爸爸妈妈的健康得到改善，而吃了之后呢，啊，没有这样疲惫了，在购售买呢，哎呦，非常的划算，而且呢，他买了很多次的汤参 living 这个产品哦。嗯，刚才一个顾客讲哦，吃了之后哦，身体那个酸痛哦，慢慢改善了哦。啊，你看那5颗星的评价哈，啊，物超所值啦哈。而且呢，就是很多人吃了之后哦，除了是这个哦健康的状况哈得到改善之后，心情也觉得很愉快哦，因为哦你的心情跟健康哦是息息相关的哦。哎呦，最后的2分钟多了，你看看哦，得了很多的奖项啊，说草本最佳的保肝品牌也是有267套已经卖出去。Oh. 啊，你也看定啊，啊，再来就是呢，我想要问会长一个问题啊，啊，有一个看电视剧的安迪哦，他讲他60岁了啊，哎呦，还需要吃这个可以吃吗？他也是想要保护他的肝呢。是可以的，只要是13岁以上呢，就是可以服用这个汤参奶剂。哦，这样子哈，哦，你建议那个剂量是怎么样的来调配呢？如果呢是只是想要一般的就是保健啊保养的话呢，我们是建议呢1天1到2颗就足够。那如果你是有某些症状想要去改善它的话呢，那我们就建议1天2到3颗。就是呢，你啊早上一颗，早上一颗，晚上睡前2颗。啊，饭后嘛，对不对？还是都可以。其实都可以了，饭前饭后都可以。啊。就是呢，如果你可能啊已经长期有吃药的人啦，啊，长期就是可能啊很常在外面吃饭的人啦，还是呢你有脂肪肝的问题的人啦，啊，这些你就吃多一点喽啊。对，我跟你讲哈，老人家要有活力啦，老人家不要死于这样啊，谁哈谁哈这样子啊。其实你常常感觉到疲倦，有黑眼圈啊、口臭这种问题的话哦，肝脏把它照顾起来，因为呢我们还要跟孩子去环游世界，他看着呢就是呢啊孩子呢健康的成长啊，看着那个孙子哦走路哦，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健康，不然呢你对啊，没有健康的话也是没有用的，所以哦，要做照顾健康就从肝脏开始做起，对吗？对、啊，就是你知道啊，我们这个保养啊就要趁早，对啊，不要哦以为啊你现在哦就是年轻哦不用保养啊，哎，不知不觉哦岁月流过就老，你的engine也老了啊，那时候才来保护我来不及了，是真的，好像什么东西都是的，不要等到我们的年纪哦才来做保养啊，还是做什么什么东西，真的是来不及的了。我们哦那年纪是有了，年轻哦就是要年轻，就是要做了，真的做，慢慢做，就是真的是不要等，这肝哦真的是很重要的，不要再等。13岁开始就可以了，对，因为你们一直弄到你们的肝啊，你会熬夜的时候，很多就是我们的肝是。受罪啊，不要爆肝这样子哦，啊，你看那个搞笑主持人阿丁哦，哎呦，一个月做够过29天这样哦，他就是在吃这个咯，啊，不能咯，怎样挨下去哦，已经卖了280套了，相信我，相信那个阿丁，阿丁每一天都在买的，啊，花很多钱的那个东西啊，很有效的。对啊，你花一点点钱啊，保护你日后不需要去看医生，不需要去医院啊，就是避掉这些引流的话，这个129块你花得值得，健康是无价的，而且你买到什么？Winner Leader Choice Award 的那个产品来的哦，Don't play play 啊，所以那你看花一点小钱哦，保一家人的健康哦，值得拥有啦。哎呦，今天谢谢那个丽珍跟那个永发来做客，也谢谢那个惠山帮我们做了很多解释啦。观众朋友啊，哎，没有买的赶快买起来，就算你今天没有买东西呢，都希望你从 Happy Family 学到很多东西。啊，我们有空有缘再见啊，赶快买东西回家啊，拜。